音乐会的全部节目就到此为止。我们请今晚的独唱跟独奏者出台接受献花，还有请这个我们的几位贵宾，庄瑞坤学长，郑副校长，还有会长，你们几位上台跟他们拍照。 今晚的节目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的光临，再见，谢谢大家。